这个是无心意吗？这个是榴莲。榴莲的外壳尖尖的，里面有东西可以吃，有果肉可以吃。哦，这个是凤梨。那这个呢？香蕉。这是香蕉。那这个呢？是蒜头。那个是南瓜，哦，那你要这个嘞？这个是蛋蛋，你要拿那个哦。可我们是要买那个的，没有买很多，不用拿一，不用拿，你只要拿一个那个而已，苹果牛奶就要走了，不。你要装一大堆苹果牛奶哦，要装一这么多。我要装那个小的苹果牛奶放在里面。要装这么多，太吓人了吧？这个是蛋蛋耶，这个是皮蛋，要回去做那个皮蛋豆腐。那你的苹果牛奶呢？